Welcome to Tech, a video lesson series presented by the Asia Society. This series is intended to serve as a window into the classroom for teachers in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see how theory, enthusiasm, and questions work together for effective and innovative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Now let's go for Tech. Hello, I'm Mr. T. Hi, I'm Miss E. Hello. I'm Miss Q. What's new today?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 lesson in a high school in Chicago. Ah, I can see the theme of this lesson is inviting friends to a birthday party. And it is for novice to mid-learners in a high school. In this lesson, the students were learning how to make an invitation for a birthday party and how to respond to it. Today, we will see selected video clips taken from a lesson period. These video clips demonstrate two focal points. One is how to introduce new language items, and the other is how to reinforce learning and prepare the students for the role play tasks. Great! Let's start! Focal point one, strategies used to introduce new language items. 好,眼看看这个,看到什么了?这张图片看到什么了?侯建峰,你看到什么了? 对了,胡建峰第一个就看到了3月1号。3月1号。哦,那么还看到什么呢?还看到什么了?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啊,欧阳超言,他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他是女孩子,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她是我的。 朋友的女儿,她叫莉莉。她的名字叫莉莉。好,那我想问你们,这个莉莉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她在做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哎,it's a calendar. I know it has brr in it. 对,日是什么?日本。日本。 日本还有呢?还有什么?我们上次学的,哎,吴飞扬,日历,对了,日历,对不对?这是日历。那么他在看日历。哦,莉莉在看日历。他在,他为什么要看日历呢?为什么呢?我们看看。3月1号,他说,哦,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那天是3月1号，他看日历的那天是3月1号，他的生日就要到了。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4月23日。太棒了，你们说今天是几月几号？ 今天是4月23日。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告诉你们，徐老师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猜一猜，徐老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猜一猜。4月22日，那是过去了。 4月22日是昨天,那是过去了,马上就要到了,快到了。给你了一点,哎,5月2号。哎,你怎么知道的?啊,太棒了。你是猜出来的,你是猜出来的还是知道啊?你是猜出来的。你猜的。哇,神了你。5月 徐老师生日真的是5月2日,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刚才说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什么意思呢?马上就要到了,好,那现在我们说现在是4月23号,今天是4月23号。
4月23号。 如果徐老师说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是5月，我说我是5月2号。 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那么4月23号和5月2号之间差多少天呢？ 多少天呢？ 我们数一下好不好？ 4月23号， 好， 预备起， 一， 4月23号， 4月24号， 二， 4月25号， 三， 4月26号， 四， 4月27号， 五， 4月28号， 六， 4月29号， 七， 4月30号， 八， 5月1号， 九， 5月2号， 十， 10天， 中间差10天， 我可以说 马上就要到了。 贝埃加的生日是8月9号， 8月9号， 中间差了从4月23号， 4月23号 到8月9号， 中间差了很多天。 那么这个能不能说马上就要到了？ 不可以，太远了。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咱们班还有一个5月份的生日没有？还有谁的生日在5月？你的，哎，那你给我讲讲你的生日，朱佳慧是5月几号啊？11，5月11号，5月11号，5月2号，5月11号。 朱佳慧和徐老师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他的生日是几月几号啊？猜一猜，方伟明，猜一猜，他的生日会是几月几号啊？三月几号？看你神不神？三月几号？哎，三月二十五号。三月二十五号，非常好，但还不对，看他啊。 他的生日啊，是3月8号，3月8号了。但那么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开生日聚会。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开生日聚会，一起，预备，起，开生日聚会。对了，我们看看什么是生日聚会啊。 这就是生日聚会，还有开生日聚会。生日聚会，他的生日聚会是在哪一天呀？看日历，他在那儿画了一个圈儿，是哪一天他画了一个圈儿啊？知道吗，尤兰达？他是哪一天画了一个圈儿？看在这儿呢哈，在这儿画了一个圈儿。哦。 这是哪一天？几月几号？哎，北爱家。3月4号。3月4号，他的生日聚会在3月4号，明白吗？那么下面我们说，哦，丽丽在想，她在干嘛呢？想，哦，想，她在想什么呢？ 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哦，生日聚会，他在想什么？谁来说一说他在想什么？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他在想什么？毛太恒知道他在想什么吗？啊？对，他在想什么？想什么呢？他在想他的什么呀？哎，贝埃佳。 他的生日，他的生日聚会，他在想他的生日聚会，对不对？他在想这个问题，我要干什么？我要做什么？卡拉 OK， 对不对？卡拉 OK， 还有呢？这是什么？跳舞。这是什么？玩游戏。这是什么？ 聊天，他的生日聚会还有这是什么？吃饭，对不对？他想好了。
想好了以后他要干嘛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手机。手机？他用手机干嘛？他用手机在干嘛？打电话，对不对？他用手机在干嘛？打电话。对了，他给谁打电话呀？他在给谁打电话？他给谁打电话？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他要邀请他的朋友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好，我说了半天这个词儿，邀请，邀请，邀请。徐老师这个动作就是邀请啊。孔欣怡，徐老师5月2号要办生日聚会，你能来吗？我在干嘛呢？我在邀请孔欣怡参加我的生日聚会。我再找一个，方伟民，徐老师的生日是5月2号，我要办生日聚会，你能来吗？徐老师在做的事情就是邀请方伟民去我的生日聚会，明白了吗？好，大家跟我一起说，邀请。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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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邀请你，我邀请你，你邀请我，你邀请我，徐老师邀请我，徐老师邀请我，对了，去，去他的生日聚会，生日聚会，好，非常好。徐老师的生日是5月2号，就像飞扬说的，猜对了啊，5月2号。现在我要邀请同学到我的生日聚会，我先找一个，罗瑞。徐老师的生日聚会是在5月2号，你能来吗？你能来吗？罗瑞说。哦，徐老师，我一定来，我一定来，这就是一定，一定。我说思德，来徐老师的生日聚会好不好？思德说好，我一定来。明白了吗？这就是一定，一定。好，大家跟我一起说，一定，一定。好，徐老师的生日聚会，你们一定要来啊！你们说好，一定。好，一定，非常好，一定，好，一定要来。那么下面呢？哦，那有的人不能来怎么办呀？说你能来吗？徐老师问你的是你能来吗？胡建峰，徐老师的生日聚会你能来吗？那胡建峰说，对不起徐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徐老师，我不能来，我不能来。这个能，明白了吗？能。好，你说徐老师，我能去厕所吗？我能去厕所吗？跟这是一样的。我可以去厕所吗？我能去厕所吗？我说不能。你说徐老师，我能去喝水吗？我能去喝水吗？徐老师说什么呀？我说什么呀？啊，有人已经摇头了。徐老师会说不能。The video clips we saw just now show the teacher used a variety of strategies to introduce new language items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udents. Yes, and the teacher used a target language to make the input comprehensible for the students. Now let's see focal point 2, activities that reinforce the new language items and prepare for the role play tasks. 好，那下面我们再看。哦，下面我们回到上面的图。我们看到他去邀请了，对不对？告诉你们，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了一段话，他真的邀请了，不是假的，是真的。我们听听他说的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耳朵听听他说的这段话啊。大明，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真的？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3月8号。我想请你3月4号星期天来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好啊，几点？下午2点。行，我一定来。
太好了，我们一起聊天、打游戏、唱卡拉 OK。太棒了，好开心！星期天见。丽丽的生日是哪一天？写下来。对了，好看哪个小组啊？哪个小组最快？好，第一把啊。好，举起来，举起来，举高高的。对，对对对对，非常好。第二组，三月八号。嗯，不对。三月八号，对了，现在是对的。三月八号，第二组得分。一二三四，第二组得分，一组、二组、三组、四组。好，好，第二个问题，丽丽的生日聚会是在哪一天？丽丽的生日聚会是在哪一天？对，哪一天？几月几号？是丽丽的生日聚会。刚才问你的是生日，现在问你的是生日聚会是哪一天？哎，哎，太棒了，这个就是正确答案。他的生日聚会是在三月四号，记得那画圈圈那个。生日聚会是在三月四号。好，下一个问题，三月四号是星期几？三月四号是星期几？星期几？三月四号是星期几？好，还是星期几？星期五，他们说星期五，不对。不对，星期星期三，不对，星期天，对，星期天，对。第一组没得分，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都得分了。你还记得我说正好是星期天，为什么是星期天呀？因为你们不上学，你们不到学校来，所以他可以办生日聚会，不可以是星期五，因为星期五你们都上学，对不对？星期三也不可以，所以只能是星期天。星期天，好，再有一个问题，他们生日聚会时候做什么？他们的生日聚会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对，可以，可以。好，好，好，不错啊，不错，不错。好，你们都对了，你们都对，加分啊。唱卡拉 OK 是一个，还有玩游戏，对不对？还有什么呀？聊天。你还会对对，都对。好，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生日聚会在几点？生日聚会在几点呀？最后一个问题：生日聚会在几点？在几点？好，这么高兴了呢？啊，两点，下午两点，他写的是上午，应该是下午两点，对吧？第一组得分，第一组得分，非常好啊，非常好。下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对话。对话，对了，对话啊！所以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张纸，这张纸呢，你们只看对话一，只看一，只看一啊，只看一。好，你们兼有互相之间哈，你们两个一组，你们两个一组啊，嗯，你们两个一组，你们两个一组啊。对了，看一，只看一，只看一啊！你们两个一组，你们俩一组，你跟我，太好了，我们一起聊天、打游戏、唱卡拉 OK。太棒了，笑开心。好，好开心。星期天好，我打我，打我，打我。行，我一定来。你们打个分。下午两点。一定。哦，行。我到了，到了。我想请两位同学来给我们表演一下这段对话。
太简单了啊！两位同学到前面来，两位同学有没有志愿者？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真的，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3月8号，我想请你3月4号星期天来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好啊，几点？下午2点。行，我一定来。太好了，我们一起聊天、打游戏、唱卡拉 OK。太棒了，好开心。星期天见。非常好，耶、yeah! ！好，好，那现在哈，我给你们一个稍微难度大一点的，就是让你们用这个对话来编一段自己的对话，编一段自己的你自己的对话。这个不能一模一样，不可以一样的，要换，要换，明白了吗？好，现在给你们2分钟创造对话，创造对话啊。好，2分钟。我是汤圆圆。哦，我也是汤圆圆。星期六来我参加我的生日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太好了，我们一起我的生日是12月7号。那我们想请两组的同学来表演一下，好不好？庆怡，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真的，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4月14号，我想请你4月29号星期天来我家参加我的生日就聚会。好了，几点？下午4点。请我一定来。太好了，我们一起聊天、打游戏、唱卡拉 OK。太棒了，好开心，星期天见。好，谢谢，谢谢。啊，聂思文，你刚才说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4月14号。4月14号是不是过去了？4月14号已经过去了，今天是4月23号，所以呢，聂思文很诚实哈，他说我的生日是4月14号，今天是4月23号，对不对？今天是4月23号，所以聂思文的生日已经过去了，4月14号已经过去了，这个是已经过去了，对不对？所以不能说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它已经过去了，明白了吗？马上就要到了是后面的4月24号、25号、26号，啦啦啦，这叫马上就要到了。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讲的马上就要到了是这个，这个是一只小羊，这个是大灰狼，狼和羊，明白啊？狼和羊。好，他说了，小羊，我的生日是5月1号，请你到我家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好不好？不行，我不能来。我那天有游泳比赛。再见。他敢去吗？小羊不敢去狼的家里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同学中也是这样的，可能正好有谁有事情不能去，那么不能去怎么办呢？
你要不能去，你得说对不起，我不能来，我不能来。那么我们把你们的纸翻过来，把你们的纸翻过来，看第二个例子是我不能来的例子，好吗？我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读一读，两分钟读不能来啊。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并不在，对不起，我上两点，对了，对不起，我的草稿。现在我们就要邀请你的朋友去你的生日聚会，明白了吗？你要邀请你的朋友。现在我们大家请起立，大家起立。好，拿着你的纸，拿着你的纸啊，可以参考一下。好，现在我们大家到前面来，到前面来。现在我们大家分头去找你的朋友，邀请他们啊。对对对对，这样对对，可以可以可以。是二月二十二号，因为你的生日过生日。李欣怡和贝哀家，好，来欢迎。你的生日是几月几号？我的生日是5月2号，我想请你。5月2号星期天来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好啊，几点？下午4点。行，我已经来。太好了，我们一起找他可以打游戏。太棒了。好，开心，星期天见。好，谢谢，非常好啊。I noticed that the teacher provided quite a few models through listening and reading, and she also had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rough pair work. But I wonder if the students could be pushed further to talk without reading out from the model sheet. It is possible, but these novice-mid students need a model dialogue to follow during their initial practice in pairs. However, after a few minutes,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sked to continue practicing in pairs, but without reading out from the sheet, and the next step. I know what the next step should be. The teacher can ask the randomly paired students to come to the front to make spontaneous dialogues without the model sheet. You've got it. After practicing without the model sheet in pairs, the students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talking spontaneously in front of the class. Yes, indeed. Well, that's the end of this episode.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Goodbye.